七乐团主唱杨大正用歌声力挺反课纲学生。去年一首《岛屿天光》成了太阳花学运代表歌曲，这回反课纲运动，不少音乐人再现身帮忙拉抬气势。学生占领教育部超过40小时，一号晚间在暨南路上举办追悼林冠华晚会，人手一朵白玫瑰，用平和却沉重的心情送林冠华最后一程。超过300人蹲坐在地，更直接用粉笔在马路上写下诉求。晚会现场也和两位为了反黑箱课纲徒步环岛的学生连线。你们现在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们现在在高雄做一双的脚很痛，陪他来买鞋子，换一双好点的鞋。做这个环保行动，可以让更多全台湾的民众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台湾南北大串联，教育部外也架起投影荧幕全程转播。民进党前主席游锡堃更在晚会结束后低调现身，承诺如果有需要，绝对提供支援，帮忙反课纲学生，号召更多支持者延续力量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